女星才为以童星身份出道，八岁就在热门电视剧《步步惊心》中饰演陈欢格格。随后，她也陆续出演了多部热门作品，包括《芈月传》《神雕侠侣》等剧，逐渐打开知名度。年仅20岁的她，演技备受观众们认可，前途无可限量。才为拥有清秀长相、优雅气质，深受粉丝们的喜爱。日前，她透过微博晒出了一系列美照，清纯的模样、甜美的笑容，瞬间融化网友们的心，大赞她真的很仙。有网友认为，照片中的她真的很像年轻时的林青霞，根本就是林青霞的女儿，甚至有人笑称才会可能比林青霞女儿还要像她本人呢、啊。